把太阳缩小到月球大小再引爆，还会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吗？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，首先把地球变成平面，于是解锁传说中的地平说彩蛋，同样选择热熔射线，将威力调到最大，对准地球呢，就是一顿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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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目的就是先将地球削成平面，为了不浪费各位观众老爷的时间，星辰给视频加个速，省去冗长的木匠活这一段啊。这里星辰要咨询大家一个问题，要解锁地平说，有的人说要削成平面就行，有的人说还必须加工成方形，玩过的同学帮忙解答一下，到底怎样才能解锁？星辰为了防止万一，还是给大家加工成方形。 OK， 现在谁敢信这玩意儿是我们的地球？然后呢，点击左下角啊，选择地球完成重置，一定不要直接重置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一个硕大扁平的地球就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这么平坦的地球，人口居然才5亿，这是为啥？同时呢，我们看到月球和太阳在地球上方做圆周运动，白天黑夜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地平说。我们注意地球的下方全是熔岩，说实在的，这造型还挺好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使用1/10月球大小的陨石撞击月球，居然没有丝毫影响。既然这样呢，我们使用热熔射线给它一枪，月球在强大的冲击力下，轨道终于发生了变化，直冲地球而去。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地月比例撞击会发生什么。这个效果着实有些，这简直不能叫撞击，而是叫坠毁吧，威力不值一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用热熔射线引爆太阳，看一下这么小的太阳引爆会吞噬地球吗？这大哥，你好歹也是个太阳啊，你这动静怎么感觉像是灯泡炸了，还是放了一个烟花？太阳化成一团烟雾啊，从宇宙消失，而地球呢陷入彻底的黑暗。游戏名叫《星战模拟器》，还没有玩过。